Hello， 兄弟们，今天5月8号，我又进山里面来挖马口了，一个大阴天。今天呢，主要是出来测试一下我手上的这一款轮子，应该你们都不陌生吧？卡丁的新款的一个零损超轻微物实力轮，官方标注126克碳素的摇臂，带气抱紧，镁铝合金的机身。我拿到手上已经有差不多一个多礼拜了吧，一直没有时间来测试，今天出来试一试。对吧，是螺丝码拉出来66就知道了。但是整个轮子这种扁平的设计啊，比较小巧，真的是我目前拿到过最轻巧的一个轮子了。上了一盘 0.4 的线，准备给它测试一下，看一下这个轮子怎么样。好吧，开搞，先用一个3克的水质的亮片去实际的抛头感受一下这个轮子的抛头感受吧。档位就是一个二档了，水流从上面往下冲，这个摊尾包括这一片摊尾往下的延伸这一段都有可能有不错的鱼在这里，先抛出去不控到对面了。好吧，二档不用指控，轻轻一抛到对面，大概也就15米左右吧，很轻松，还没有发力，先抽一杆看一下这边的麻烦。好像有咬口了，会不会给我面子，有一个咬口来了。呜呼呼呼，卡丁的零损，第一杆就上鱼了，我去，好像是发射码哦。哎，发射发射，香啊，小伙子，呜呼，走你，第一杆就是这么骚，第一条发射的码口还是可以的，我来把档位调个一档。然后测试一下3颗亮片大概可以抛多远嘛，因为我自己没有标尺，也只能说大概的感受一下它的距离吧。好了，落水，光线杯有一点点浮线，那个后面没捏紧的。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39 30 3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50，不到，按它50，差不多50圈这样子。这个8.6速比的还是8.45，忘记了，最大的收线是74，就抛开按是70来算吧，对吧？那个57就35米吧，应该差不多吧。走你，落水，距离可以啊，应该有差不多30多米吧。看一下这一杆能不能搞一下马口上来，有马口在这里的，但想象今天这一来了，我去，比较阴沉的天，它不是特别的开口，感觉来了这一条。看看发不发射，但是不小，应该有个16公分左右，非超入户，小母马一条，那个位置看一下会不会有，来了，哈哈，小伙子，我就知道打个水纹出来就有可能要上鱼了，呼呼。这一条母马吧，不是我的对象鱼，走你，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啊，他永远不会堵车。